我的世界史上最幸运的玩家，这位老哥今天出来挖矿。哦吼，问题不是很大，底下有水。老哥继续往下挖，然后他就妈了。问题依旧不是很大，老哥躲过了岩浆，还剩半个血。他在岩浆池底下发现了钻石，勇敢的老哥直接开挖，然后他发现头顶也有钻石，老哥挥起镐子直接开挖。哦吼，问题依然不是很大。就在老哥发愁怎么跳过岩浆时，完美落地的老哥此时想回家了。